Mohon perhatian para penumpang pesawat udara.在这边大概三天了，衣服也蛮多了，现在找到一个洗衣房要来洗衣，猫 laundry。 Mau yang express bapak yang biasa, yang regular 8.000, yang express 12.000 per kilo, yang 3 hari sama sehari, biasa aja lah ya. Ya udah biasa aja deh. Yo yo yo, 我们第三天在巴厘岛的行程呢，就是没有行程，是不是？今天现在已经 1:57了，我们刚刚去那个洗衣房，好，然后就现在要找东西吃，我们想找一些蔬菜来吃，要吃，哎，甲蔗了，因为这几天哦，实在吃的太多那个肉肉油油腻腻的东西，那今天就比较清淡一些。啊，现在我们在路途中要去那个。 我们在Google找到的一间vegetarian restaurant， 希望是好吃哦。订好餐了，我们订了很多种，看哦，看起来不像素食哦。 不过这是素食，刚才我们点了那个沙爹、马杜拉沙爹，然后这个焖豆腐，焖豆腐叫做什么名啊？比较公，然后杂菜，然后订了这个，这个好像是我来自我们苏北的那个巴达煮的那个一干古莱阿西，就是一种咖喱鱼，不过这个是素食的，我们今天就很 清清淡淡的，不要吃肉。尤其是在巴厘岛，有很多素食餐厅，所以吃素的朋友呢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边超级无敌多的，你们也不用怕来到这边会怎样怎样怎样，就是很多选择让你们可以吃。价格呢，刚才看了一点点，也不算很贵，还可以啦。 这就是我的甜点咯，你们可以遇到啦，这一块糕没有放蛋，没有放牛奶，就是很健康的一个蛋糕咯。现在就要来吃，好吃，有没有想吃？
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旅游景点之一，它其实是一个寺庙，印度寺庙。然后巴厘岛的人呢，信仰了大多数都是印度教了。我们印尼有六个信仰，其中之一是印度教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布鲁尔乌鲁阿杜，乌鲁阿杜，乌鲁的意思呢是角，就是。巴厘岛的边边的一个角，然后挖度呢，就是意思就是石头啦。这边呢最有名的呢就是看它的日落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四点就来了，就是要等下五点多六点的日落。这边的日落呢是巴厘岛最美的之一。然后晚上还有一场，就是巴厘岛传统的舞，叫做达利格扎。啊，达利格扎的意思就是那个火舞。除了是一个旅游胜地，也算是一个信仰的胜地咯。那我们每个人在进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布，就在叫我们披在这边哦。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来巴厘岛的话，你们穿短裤还是短裙还是什么样是没问题，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一定会给你们这一块布叫你们铺上去，然后也可以让你们拍照的比较美咯。刚才我们从那边出来，我们本来要去看那个今天的那个火舞，因为他们今天有拜拜，所以我们从里面走不过去那边，所以我们先出来。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门在那边，就是南门那边，他叫我们从那边进去。那今晚呢六点在那边有火舞。我们现在要买票去看火舞，要看六点的那一场，只有一场。现在已经5:04。要不那么呀？不然你不冷没啊？冷。OK， 我们已经买了票，他的票。Ya kurang lebih 15 menit sebelumnya. Oh, udah di sana. Oke. Okay. Kelarnya jam berapa ya, Pak? 1 jam. 1 jam ya. Oke. Oke, 好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这个就是今晚我们要看的表演。价格呢是5万印尼币，大概是10块钱的那个美金。马币大概是50块马币吧。哦，新币大概15块新币了。那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这一场，因为来到这么远了，还要看这边巴厘岛的特色。哦，这个打个 Jack Dance。那我们先进去八位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去舞场了。不过不是我们表演，我们是来看表演的。老实讲哦，朋友们哦，这个表演我根本也没有看过了，因为都跟你们说了，我很少来巴厘。很少来巴厘，那这一次来呢，特地呢录一些很特别的、很传统的东西，让你们看。那现在我们要进场喽。达利格扎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故事啦，就是很古老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拉玛和辛达的故事。其实在印度呢也有这个故事，拉玛和辛达。不过呢，听说呢印尼巴厘还有加瓦的版本呢，跟印度的是不一样啦。这个故事里面也有讲到，就是哈诺曼就是孙悟空啊，这边版本的孙悟空，他是白猴子，来到巴厘岛是必看的，因为很特别。
很 unique， 还有它有用到一些道具，就是很传统的道具，然后也有用火，我们一起看哦。现在大概是5:30，那我们前面那边可以看到有很漂亮的一个海景，还有那个传统的装饰。
Oh!
好温暖。哇，你太棒了，你这个姐，太棒了。Terima kasih sekali lagi.